你有要紧吗？所定，等下。佳欣，这是我先生的相片啊，我在伊的相片来还我。多谢德军帮我找到伊，袂让振辉阁继续伫异乡做一个孤魂野鬼。景辉，你先生叫做谭景辉，刚小姐今天就是景辉无，我苦苦找找的人，其实早就在我身躯边，也不过想乱骂传了我的相片，不是景辉。名也无同款，你先生，我甲你讲，先我也去谈了嘛。当年你敢若甲我讲，伊要甲伊两个结拜兄弟去国外做生意，讲伊两暝就转来，结果想袂到一出去都无消无息，我逐天等。大刚等，一直等，结果等到最后，连伊是骨拢等无，干那等着伊的背包啊、手机，还佮我护身符。妈，别艰苦啊啦，指挥。我是讲你先生，伊甲我讲，甲伊客朋友是啥物人？伊拢无讲。我有感觉到，伊应该是要去做足危险的代志，无想要让我知影，所以才啥物都无甲我讲。也毋过伊讲，伊转来的时阵，伊要介绍迄两位。对伊真好，就照顾伊的大兄，互我认识。上好，上照顾。干嘛呢？小董事长，你是不是也有跟我同款的感觉？什么意思？振辉那两位结拜的大兄，根本都无遐尼啊照顾伊。除非因甲振辉同款，拢死伫咧国外，那么我永远拢无法度原谅伊。振辉遐尼啊信任因，结果因甲振辉等伫一个完全拆分的所在，连伊的尸骨拢无带回来。这算是什么兄弟情？既然你这么信任我，那我这做大兄就对不起你失望，我一定平安把你带回来。帝君就是见证。我只要想到
想到阮金花，阮金花分别，一个人孤孤单单，拢找无倒来厝的路，我的心都足痛，真正足不甘的。妈，你莫阁哭啊啦！爸已经回来啊，伊就是知影你足想伊的，所以即马想尽办法回来咱的身边。妈，啊你毋是讲要赶紧处理爸的牌位？副董事长，多谢你。多谢你一直会记得要帮我倒找阮翁回来，虽然讲即摆已经无这个需要，也毋过我甲紫薇还阁有小春，会永远记得你这份温情。多谢董事长，那安尼我先来去处理阮爸的牌位啊。你无欠我，是我欠你。我欠金花一条命，我欠阮全家一个完满的家庭。金花，这一定是关圣帝君的安排。28年前，我甲你跟姚母伫只结拜兄弟。28年后，我伫只找到你的母子。这敢是你的安排？你的意思是，你决定原谅我，要给我照顾你的母子？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因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因。我顶下传予你江秀佳因先生的相片，你看那相片有什么怪怪的所在？怪怪的所在，看起来真正常啊，是有什么问题啦？无什么啦，我只想讲是咪传唔对啊？传唔对，这得爱问夫人啊，因是夫人替头家妈传予你啊。正常你是安怎？你的病是无好呢，敢是倒也无爽快啊？你啥物安尼做？我顶间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会甲你斗三工去探听上野集团的代志啊。跟我斗三工。结婚20多年来，都是你这双手跟我斗相共，阿恁做代志，我真心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感谢你。啊，不过信强，你的表情无亲像是在感谢我，反倒是在怨恨我。人讲假。都是一个让人不断冤家，佮不断后悔的所在。要不，不管哪讲，从基尾都是一家人。假使有一天，我会当这么简单的冤枉你，那你我佮你都唔是一家人了。信强，你是唔是发生甚物代志？你若甲我讲啊，我佮你斗三工，咱做伙解决。
信着，你是安怎一直安尼看？我这边代接，小姐君，兄弟代接我心烦了。来呢，我替你量量呀，放松一下。你该泡温泉哦，你嘛是安尼，因为公司的代志，你想离开，都无好啊放松。江小姐伊红色相片，是予你？当然不是，迄个时阵我甲江屁哦，阁是死对头呢，伊哪有可能直接传乎我？是伊传乎妈，我则替妈传乎你的啊。你问这要创啥？我答应江小姐要跟伊斗相共找伊人，我想要尽完成这个代志，算是对伊的弥补。要不过你替妈传我的相片，无啥清楚，你敢有原始档，会当传了吧？迄个时阵，我无想要阁甲江碧有任何交叉，所以我甲相片传予你了后，我甲妈就甲所有资料拢删掉啊，拢删掉啊。嗯。啊，好个仔，虽然相片无清楚，也不过至少人名应该是对的吼。我会记伊叫做什么？但什么辉？哦，陈金辉。有，陈金辉。嗯。你明明知影，这二十几年来，我一直苦苦地找找静辉的母子，你是安怎要对我隐瞒这么重要的代志？敢讲敢来因为你不愿意，让你上讨厌的人提早信我10%的股份，所以你甘愿看我逐天受到良心的折磨？你拥有的物件这么多，是安怎你不爱珍惜，也不愿意让别人幸福？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？信强，我想你的公司这么无闲，无找人的代志，交我处理好啊。而且要弥补江屁哟，也应该是我来弥补啊。南京，虽然啊，我哩讲，我江小姐红腮口音，会比你较早找到。对啊，你不是要去下午茶？你赶紧去啊！对哦，多谢你提醒我。你相信我，今仔日一定会有好消息。我相信你。来呢，我出门啊。真正是我当年识识的李红，当年的李明明不是这款人，还是讲其实你从来无变，是我一直无真正了解你，是我一直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。我的幸福生活，我的美满家庭，其实拢是假的。